的帝国越来越强盛时，邻国都开始恐慌了起来。他们都知道老虎会先挑最弱小的猎物来喂饱自己，渐渐的就有人担心战争又要降临了。有些人希望自己的担忧是多余的，另外一些人则直接为此准备着。这其中有着势力佛氏海上帝国的诸侯国之一丹马令王国，他们对苏耶拔摩大王的野心最为忧心忡忡。帝国有强邻环伺，战争迫在眉睫。当这场冲突注定要爆发时，那么唯一的问题就是谁会先挑起第一场战斗。苏耶拔摩大王深谙以攻为守的道理，所以他决定抢占先机。我们帝国的西边，当时有很多对我们充满敌意的缅甸王国，但是我们也可以先去试着和他们结盟，安定后方。位于南印度次大陆上强大的侏罗王国，也打算击垮势力佛氏帝国，派遣一位使者带上重礼去面见拉金德拉朱罗，应该就可以说服他，让他知道和我们苏耶拔摩大王结盟的好处了。西边的道路十分危险，你可以用我给你的黄金尽可能地召集更多的部队。大人，这是中路分队，现在听您调遣了。大人，这支步兵分队为您所用了。我们已经由这些得力干将随我出征了，让我们出发吧。爹半爷，西边的桥已经为我们铺好了。爹半爷，诺波拉尼亚。爹半爷，乔能德。诺波拉尼亚，巴丁，巴乔姆乔。爹半爷，诺波拉尼亚，巴蒂。我们的最后一艘船不能出海，这些侦察兵会帮你找别的方法过河。爹半爷，罗伯兄弟，爸，兄弟，
Батин, трима вот. Но бобраня. Сейчас
西边是敌人的哨站，我建议您选择南边的路线。But， 第二节，熊能得。But。Terima bud, batin neng dev. Tiap jom jom batin, jom neng dev. No bobanya.第二半截，罗伯巴尼亚。熊脚，熊能得。罗伯纳尼亚。第八节。八。熊能得。Bob Rania Batin Bob Mu Ba Xiong Jo Tiap Panjie Ba Tiap Panjie熊人呀，铁巴蒂，巴熊熊，罗伯人呀，铁板杰，维鲁。熊能得，熊脚，罗伯布兰亚，铁熊能得，八，罗伯布兰亚，八，维鲁。熊脚巴丁，罗伯布兰亚，铁巴丁，熊能得，巴丁，熊能得。罗伯布兰亚，
船夫，请带我前往侏罗国最近的船只吧。 虽然我们的使者历经艰难险阻穿越了危机四伏的敌境，他最终还是安全抵达侏罗国，并把胜利呈送到拉金德拉侏罗面前。拉金德拉侏罗对此龙颜大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华丽的战车，那是由吴哥城最上等的工匠打造而成的。美誉盛赞加上慷慨的馈赠，是最能收买宽宏大量的统治者的。 最后，我们的使者不辱使命，签署了盟约，带着捷报回到了吴哥城。